两个酒吧。你看闻的那个味儿，哎呀，太香了。人生能得几回味。看到没有，这个没有几瓶啊，喝一瓶少一瓶，看到没有，这个主要是在杭州，没办法，庆香港回归特色。1997年5月24日人生没有剧本，一边走完一生。是谁安排那个人？这有收工费啊，这有多少糖啊？太糖了，咱们要是盘着玩吧，还是怎么了？可以，盘着玩吧。感谢。